今天准备两个鸡腿，这样爸爸妈妈就不会抢了。老婆天天吃，今天我也要把糖糖吃空气的滋味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这两妇女还想让我吃空气，那我就先吃为敬。妈真香啊！ 好，你先吃吧。然后这个饺子你先吃吧，我先给你倒了，先吃完再吃。老板，你先给我猜对吧？好。谁让老婆吃了吗？一下子吃大鸡腿，吃啥？我还是大鸡腿的。这个人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奇怪。